可以的啦，停课。他们应该。自信之条来了。是啊，这会不会恐怖啊？我这视角很难受。操你妈！怎么过啊？哥哥去找懒猫，他会带你。他现在一个人很无聊。真的吗？我怎么找？哦，我咪打一下，我咪打一下。那你会玩吗？我会跳哦，石头，这就是石头。你说陈鹏连卡四个小时啊？四个半小时，再来做。还是要把彭连叫起来。是什么？对啊，你按一、e, ，按一、e、可以捡起来。我把它捡起来用。对。然后跳石头。跳到地板上，然后捡过来捡，捡到最高。你说跳到地板上，然后怎样？跳到地板上那一瞬间。又来了。那瞬间跳比较高。又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哦，真的。慢慢来。哦，看起来很容易啊。小心，有了。不要停太久。这有什么技巧吗？把你的视角调好。看得了，我要怎么跳？我要往下看吗？哎、欸，我们都往下看了。哦、哎、呦！你现在试几次？我看不到。我一定要一颗一颗跳吗？你按 Enter 吗？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。我想怎么跳就玩。哇呼呼！哎，续不得可以加速啊，按住续不得可以。可以跳比较大力哦。续不得是加速的按键，哦，对，都可以按。有，我掌握到诀窍了。那个键，我应该比童年快吧？很难比他慢，快多了，快多了。很难比他慢、啊、我是不是不能动？我跳到上面是不是不能动了、啊？没有，你不能，基本上不能停下来。不能停了、啊，停了就下去了。停了就下去了。因为那只都是圆的。我会滑啊！石头加油！干！我怎么踩到你的脸？你怎么踩爆哥？等一下，爆哥！我吐了，我。这游戏踩石头不是踩人了。哎，我手流汗了。我打到手没有流汗过，但我现在流汗了。哎、欸，石头怎么不见了？我跳起来之后不见了。它石头会一直变哦。不会，你自己没踩到而已。哦，这怎么可能过？这简单嘞。没有啦，这第一关比较难啊，后面都简单。好，信了。你自己还玩这一关，勇气开始度，你自己体验一下。对，如果你不太会那个正面的视角，你转这样吧，在下面一点，在下面一点，你可以同时看很多的泡泡。哦，哎，对耶。你大锤怎么过？哎，都能直接过。特哥在第三颗石头就排多，你冷静点，冷静。你们真的可以过吗？后面路还长，特哥。你们没有在耍我吗？没有，真的可以过。这里所有人都在卡。只有我卡在石头啊。你现在在石头。所以你们现在重来一次，大概多久可以跳过这个石头？我吗？2分钟。想得了吗？这么强？大概10分钟，再10分钟吧。哈哈，我一直自杀。打不要停！哇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完蛋了，我要追上你们了。他最后一关了。第四关会比那个泡泡难？没有。最难的就那个石头，有了，我觉得泡泡都没有石头难，有了。越后面越简单，越后面越简单。哎、欸，我跳到方块就过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方块就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阿克跳左边比较快，有人叫我跳左边、欸，爆嘞！不要骗！好，我觉得他在骗我，我信懒猫啊。我今天两分钟都过，跳过去了。呀！哥哥，你这样喊后面很累哦。哈哈哈哈哈！累了就可以睡觉啊？不可能，没有过关不能睡觉。好歹过第一关吧。我们证明自己比陈鹏厉害，就看现在。好。非常打野第一。这样有击到我，这样击到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对，他下面上来马上爆。节奏感好，有我快抓到了，我觉得我今天睡觉会梦到这个石头啊。你要跟那个台长做朋友，我相信你跳过方块，然后接下来你就不会再梦到石头。不好说，
果打开了还会都可以都可以，反正你不要被第八波炸死，赶快跳上平台就好了。啊！第八真的很险啊！我感觉到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十分钟 GG。十分钟 GG。对。超难的。跳得不好，我下去。这个跳舞的。我打不打？大哥，你想第一关来？我理想中是我。好，我懂了。我找不到诀窍了。看起来很容易啊。你们完蛋了，我要追上你们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丁特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快过了，快过了。你我玩多久了？我看他跳第一颗石头就已经是视讯就已经关掉了。视讯啊？关视讯干嘛？视讯已经打不开了。可以啊，我感觉到这个节奏了。这是一款训练节奏的游戏。稳！你要报个通知啊！已经来了，已经在了。哦，拜拜。你要报个通知，你就赶快冲过第四颗，就第四颗危险。这第四颗危险，只要不危险。然后还有最后两颗，最后两颗就特别危险。好了，懂意思。哎呀，方块真的跳得到吗？可以。但是也要有点运气，因为它会动啊。是不是离我远一点就跳不到了？那个比较运气，后面那个小钢管，那个龙卷风。方块不是难点，难点是后面那两个小钢管。方块再踩一下，好难听啊！你不能先破格吧？啊？啊？四颗就太慢了，四颗整完的，傻小啦。你确定这不是整人游戏吗？我就跟你说，你叫史丹利来玩。史丹利不是每天都在哭那个工作人太简单，这个一定比工作人有趣多。感觉这可以跟史丹利赌钱，看谁先过。手关掉游戏要重来哦。我操，真的可以过啊！你让我看见希望了啦、哦。所以你要抓那个方块的移动哦，你就等它滑过来就好了。西部也快要看到鲨鱼了，其实已经看到了，只是看不到正面。你现在还会想抓方块移动？但我只能跟你说。当你那个管子跳过几次，你就觉得方块很简单。好，你之后就不会抓方块了，因为方块随便往上。这个方块会自己来接住你。痛苦是比较出来的。哎、欸，方块没接我，你骗我。都说了，骂的 JJ 的话不能接到。讲过很多次，你又不接。你都不要动，方块会自己来接你。我没动，我就下去了。跳高一点，跳一跳都会软掉哎、欸。我观众说你很厉害，你已经稳三颗了。丁特稳三颗了，稳四颗来了，方块，操，又不接我！真的不要再妄想会接你了。所以我要去追方块吗？可是我看你也没有追方块啊。站在原地，没有啊，就在方块的正中间啊，他自己会来接你。不会。操你妈！嗯，你解完了？对啊，我全破了。我可以问你问题吗？你几天内可以退费？两小时内。豹哥，你别想了，豹哥。你已经超过了，豹哥。再来。太贪了，就是这样，只能慢慢来。起飞！来了，方块，秘密弹已经来到上面了。秘密弹那个是跳不过去的，跳过去了。哦，那只能跳投。好。我一开始玩，每一步都累个、啊，被甩出去。好，这里停，这里停，这里停。啊，太前面了，啊，太前面了，太前面了，可惜啊。没有，你待会儿看一下，他，你在前面的时候你看一下，他其实不是骗。有感觉，我感觉。然后我是没有看很清楚，没感觉。买，
大凯，你刚刚最远是跑到哪？秘密站，你那个其实不算一关。哦，这个不算一关啊。这个其实不算一关，它是个过场。休息。特哥的键盘，你说特哥这边吗？特哥的攻击响是他的。特哥变了。特哥从开场一开始的狂叫，到之后的暴怒，现在已经到。这是三大阶段。这是这游戏的三大症状吗？没错。一开始就觉得哇，干好有趣哦。来了来了，接我接我！哇，哭啊！能不能放过我？可以的啦，停车。中间。我先观察呀。自信之条，来了，来，被搅了，来。我男朋友他看你玩也好闷的，说几个小时。没仔细看，还没看出来。同个地方不闷才怪。是吧？丁特挂了。已经疯了，又疯了一个。我觉得我要找三个人一起来感受这个痛苦。史丹利，史丹利，我先密史丹利。我先叫史丹利去买。好。这种痛苦必须要有人一起承受吧。我直接送你 Steam 账号多少？我送你。一个游戏玩比糖豆人难多了，我突然觉得糖豆人好开心哦。回不去，上一班还回不去，还真的回不去，还是这样子。因为我在空中加速的关系，我是有加速，然后我还有时候丢不过去。可是你看起来不直接过去，对，特哥直接他妈跳 game。那钢管根本碰不到，它比石头还小啊。那你怎么跳 game？ 没有，刚那个、啊、中国电信 IP 换 IP 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妙？豹哥，你要撑住啊，豹哥。我刚才感觉到中国电信的零压了。哎、欸，断了吗？哎、欸，刚网络断了，连不上啊。我明天再玩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明天找史丹利来一起承受痛苦、啊。我怕史丹利下手是不可能啊。我领先他四颗石头啊，我可以一直跳到第四个石头笑他、啊。